开箱量收捧着这位白鲳鱼，荣登本日最高级，重量足，但价格一算要4000元起跳。不少民众是问得多，但买的少。太贵啊！嘿啦，买袂落啦。白酒价有上悬啦，2000块遐食的咯，食较俗的啦，食金枪啦，乌枪啦。 年菜必备的年年有余，首选就是白鲳鱼，但白鲳价格真的很贵，大一点买一公斤以上，往年价格是2500元起跳，今年降一成，但还是不便宜。提醒小魏，买一公斤往年每公斤1700到2000元起，但今年降到1500元，比起去年也是降价。通常若到过年前，这段时间好好，大概起一条小概贵，贵也到一公斤到3000块左右，这一两天的价钱吼，因都降一千块到两公斤，无到2000块。 只是白鲳价格真的太高，消费者多半是买不下手，于是厂当然有其他选择。咱食金枪啦，哦，食碗鱼啦，啊，这拢反正计上比白鲳较俗。也有业者推荐石斑鱼，只是白鲳鱼过年吃有昌隆的意思，只是可能景气不好。嘉义东石鱼市场今年买气不如往年，让炙手可热的白鲳就算价格滑落一成，大家也都还是看看就好。记者侯国文、林智慧，嘉义报道。